前三个动作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。动作一，吸气打开手臂向外展，呼气双臂内旋，手背相触，动态20次，灵活柔韧脊柱，开肩美背，收手臂。动作二，双臂伸直向前，随呼气沉肩向下，打开胸腔，改善胸闷气短，圆肩驼背，保持1分钟。动作三，脊柱延展向上，随呼气双臂向后展开，静态停留30秒，疏通乳腺淋巴，帮助身体排毒消副乳，收藏练习吧。你有圆肩驼背的困扰吗？你总是肩颈酸痛和疲劳吗？那就来练习这三个体式吧。动作一，吸气手臂延展伸直，呼吸曲肘向下，动态10个呼吸。再让双手食指相扣，吸气胸腔和手臂上举，静态停留10个呼吸。最后再来练习最舒服的开肩，将手臂内侧贴实垫子，缓慢翻转身体向后，帮助改善内扣肩，开肩美背，消除胸闷气短。记得反侧练习，收藏练习起来吧。愿你拥有好的肩颈。心中的花枯萎，时光它去。